合同，时间还来得及，那我现在赶紧转过去。等一下，你不要一次性转给他，先转他50万，然后说银行有限制，只能一笔一笔转。我昨晚查了资料的，50万，咱们就可以告他敲诈勒索，最高可以判10年。他要是收了这50万，局势就逆转了。我们不但可以让他把钱给吐出来。 还能让他把照片给销毁。聪明啊！情况有变，我要500万现金，于4点前带着钱到汇转中心。现金？只有2个小时了，突然变了，来不及了。超过时间，你懂的。现在怎么办？真转500万？ 你这诈骗犯！怎么诈骗犯？我就是一个扫地的。再给我装，这袋子钱你花得了吗？神经病！